昨天看见一男的发的帖子说，颜值高的35不如普通的25，女人一旦过了35岁，基本就是大妈了。喂，都什么时代，还在拿年龄来评定女生？别说你35，你25照样不值钱啊，气死我了。哇，好脏哦。再来1000个。我是说啊，你的眼弯肯定不是菜啊。开心快乐。